感谢大家光临今天的讲座，我是主讲人杨雪。我曾经在北大百年讲堂这个舞台上举办过独奏音乐会，也举办过师生音乐会。今天我想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讲座，来向大家继续讲述中国胡琴的魅力。每当我走在北大的校园里，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明代文人的诗句：“飞雪有声，唯在竹间醉雅。”百年讲堂之内，就如同是绿帷翠绕的竹园，雅士学子们静坐其间，赏月听我的讲座，大雅之至。今天我会讲述多种胡琴的起源、发展及特点，同时也会分别演奏多种胡琴，和几位音乐家们一起为大家献上多首胡琴的名曲名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讲座题目是中国胡琴的魅力，我就从胡琴二字讲起。胡琴这个名词在我国古代和在现代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古代，它是指一切从我国领域以外的地区流入到我国地区的乐器，通通都称为胡琴。或者说，大家可以简单的认为它就是胡人的乐器，外族人的乐器。所以这个胡琴是地域上的划分，它当然也包括唐代流传至我国的琵琶等等乐器。那在现在，胡琴是以演奏方法来划分的，内容包括了中国所有的弓弦类乐器的统称。那么我翻阅了字典，胡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自己的弓弦类乐器就叫胡琴。例如像瑶族的胡琴、布依族的胡琴等等。现在大家已经明确了胡琴的概念，我还想说一下胡琴的起源。胡琴类的乐器呢，它是以左手按弦，右手通过使用弓子来摩擦琴弦产生声音，这样的一种拉奏的乐器。它比吹奏、弹奏以及击奏，就是击鼓的击奏，这几种演奏方法来的都要晚。那么这种演奏的方式，这种拉奏的方式到底是源于何时何地？日本的著名的音乐学家林千三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名为《东亚乐器考》。在书中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东亚、中亚以及西方各个地区弓弦类乐器，从它们的特点到声音，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和仔细的论证，最后却得出了这种演奏方式有可能源于印度，但并不足以信赖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至今仍无定论。而在我国，最早出现胡琴二字是在宋代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在宋代之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胡琴的前身就是唐代的西琴，再向前追溯就很难有定论了。我想无论胡琴源自何时何地，或者何时何地又传入到我国的，这都不能阻止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胡琴的飞速发展。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名为《一件乐器与一个世纪》。这件乐器是指的是二胡。二胡是中国胡琴类乐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在文中，乔先生曾经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也许就是由于中国的二胡没有太多历史的包袱，所以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它才会发展得如此之迅速。”我想解
解释一下这句话这个观点，因为中国的胡琴基本上都是流传自民间，一直处于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它不像琵琶、中琴那样的乐器被宫廷所用，也没有像古琴那样被文人雅士所喜爱，它没有古曲。但是就是由于它没有这个历史的包袱，所以它才没有负担，才会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样大踏步的向前迈进。我刚才已经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胡琴名字的意义，还有胡琴的起源，也说了这么多，先为大家演奏一曲吧，让大家对中国的胡琴能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我首先为大家演奏的是胡琴家族中嗓门比较大的一个，个头很小，就是金胡。我将为大家演奏的是金胡的名曲《夜深沉》。《夜深沉》呢是京剧的其中的一个曲牌，在京剧《霸王别姬》中，夜深沉的那一段金胡让人如痴如醉，后来作曲家就根据这一段旋律改编而成了一首独立的金胡的乐曲，而这首乐曲是经久不衰。下面就有请我的好朋友古筝演奏家素欣欣、胡琴演奏家张昭以及打击乐演奏家魏然，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金胡名曲《夜深沉》。Thank you.
最下面这一块木板叫琴托，它是为了让演奏者更好地稳定在自己身体上，更好地演奏，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边就是琴的弓子，它有两个部分组成。弓杆刚才我说我跟金壶一样，它是用竹子来做的。那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是弓毛，是用马尾来做的。那中国的弓弦类的乐器呢，大部分都是弓毛穿在两根琴弦之间，这样来演奏。这也是与西方小提琴、大提琴等弦乐器最大的不同之处。我已经大概的把这个二胡的各个部分以及它的作用，全部都向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二胡，在这个胡琴的家族中，它发展的最快，所以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家族。在二胡的家族中呢，不仅仅有像这样最常用的二胡，它还有其他类别的二胡，用于不同的乐曲中。那讲到二胡，可能在座每一位都知道那一首最有名的乐曲，就是《二泉映月》。可能大部分的人不太了解，其实真正演奏二泉映月是要用特制的低音二胡，因为它的琴筒的尺寸要比正常的大一些，琴弦也要更低一些，所以听起来声音就会显得更加苍劲有力，也更符合二泉映月所表现的音乐特点。那么现在我就有请扬琴演奏家刘音璇老师，我们俩共同合作，而我分别用二胡和低音二胡来分别演奏二泉映月的相同段落，让大家对比着去听一听看看。有请刘音璇老师。
尤其在表现二弦音乐这样反映对于人生的一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也是二胡家族中我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二胡成员。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这个第二个棋。这第二个棋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最特别的一个是哪里啊？对，大家观察力都非常的好，非常仔细。这也是与阿炳同时代的另外一位盲人音乐家孙文明先生，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二胡。他是南方人，所以他从小听的很多很多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那其中就有评弹音乐，他很喜欢，他想把评弹音乐用二胡也来拉一拉。可是评弹音乐的主要的演奏乐器是三弦和琵琶，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为毕竟这两种乐器实在是差得有些远，从音色上，所以他就大胆地把千斤去掉了，他就把两根琴弦全部都围绕着下面这一根琴轴，把它当作千斤这样顺下来。他为了要这个三弦很空闲的那种弹出来的声音，所以他最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琴。那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两句这样的音乐，就是孙文明先生根据这个评弹创作的这样一首音乐二胡曲《弹乐》，大家可以听听看。Thank you.
方，谢谢。在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围棋，比方说流传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板胡，流传于河南、山东地区的制胡，包括四川的盖板子，广东的高胡等等，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乐器。那么他们的音色呢也不尽相同，我觉得这与他们当地的语言、生活习惯等等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比方说这个河南的坠胡啊，它是主要是流传于山东和河南的坠子的主要伴奏乐器，我觉得听它的声音就特别像河南或者山东人在讲话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形象。在我国的很多的少数民族，包括一些地方的戏曲中，这些胡琴都有它各自的特点。我选取了几个胡琴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因为刚才已经说到了坠胡，所以我首先就想先讲一讲这个坠胡。这个坠胡很特别，它与刚才我介绍过其他所有类别的这个胡琴的种类都不同，因为它的两根琴弦的间距是非常的远的。一般我刚才演奏的那些胡琴的种类，一个手指可以完全摁两根弦一起演奏，只要靠右手来分辨内外就可以。但是它这个似乎是要分别去按的，有一点点像小提琴，而且它是这个情感手指是按弦是要按实到这个情感上的，声音才会扎实。这与其他的像京胡啊、像板胡、二胡都是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它的这个千斤在这里非常的高。我拉一拉，大家听一下，它是四度的定弦，一般的胡琴是五度的定弦，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接下来为大家再介绍流传于我国北方的板胡。板胡呢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有高音、中音、低音、次中音等等的分类。它主要是用于东北的二人转、西北的秦腔、迷糊，包括评剧都少不了板胡。那我首先为大家想演奏一小段东北的二人转，用中音板胡。可能大家印象中的这个二人转的音乐是比较的诙谐幽默，比较愉快，可能现在电视上演的更多的都是这一类的二人转的曲目。我在去年有幸听到了一个二人转的老艺人唱了一段特别优美的慢板，我当时都已经被感动了，后来我记下了这段旋律，用在板胡上演奏，我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今天我也想把这一段旋律演奏出来，与大家来分享这一份感动。
家用中音反复，也是请刘老师帮忙，再为大家演奏一首西北风格的反复独奏曲，其中的一个片段，《红军哥哥回来了》。
那就是高虎。那高虎呢，我准备了两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的这一个琴筒是圆的，也是广东音乐小合奏里面五架头这种表演形式里面的主弦乐器。那我右手边这个好像看起来更像二胡啊，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我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中的高胡声部。这个小筒的高胡呢，主要是放在两个腿的中间来演奏的，主要是用于这传统的广东音乐。是这样来演奏的，所以它这边是完全是空的，是夹在腿上的。而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乐队用的这个高音乐器呢，它是不放在两个腿中间，就像二胡一样在这里演奏，但是它为了更像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这个高胡，所以它在这个琴筒的这边它做了一个一半的这个木头去打这个音，来模拟这个腿夹在这个琴筒上所发出的声音的感觉。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声音，其实两种琴还是比较像的。其实我觉得在我国所有的弓弦类乐器中，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最接近于人声的这样一个乐器。所以当我在很多国家在演出的时候，那些外国人可能他从来没有听过二胡的声音，但是第一次他都能被深深的吸引。有一个外国的友人，他曾经跟我讲，他听我拉完了之后，他说我觉得他可以深入到我的心里这样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我国弓弦类乐器胡琴这一类乐器最大的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各个地方民间音乐包括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这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接下来呢，我还想再说一说二胡。二胡呢，它还是胡琴种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那么就像乔建中先生写的那一篇文章一样，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当我国的所有的民族乐器都还处于在民间流浪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曾经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刘天华先生将二胡搬上了独奏的舞台，这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刘天华先生他会拉二胡，会弹琵琶，也学过西洋的作曲，会拉小提琴。他认为我国的所有传统的民族乐器都不低西洋乐器一等，都可以平等的在舞台上去表现。后来他还创作了最最有名的十首二胡独奏曲，流传至今。在刘天华先生之后呢，又不断涌现出了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作曲家或者作品还有演奏家，其中就有以阿炳为主这样一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民间音乐家。他们没有进过音乐学院，但是他们有对音乐的直觉和喜爱，他们把他们听到的很多的声音融于自己的心中，又把自己的情感演奏在二胡上，所以形成了像二胡音乐这一批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后来在50年代建国以后，又涌现出了更加向前迈进一步的作品。那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文金先生创作的那两首作品，三门峡唱响曲和豫北叙事曲。这两首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二胡的演奏领域表现力。接下来又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先不讲，先在这里为大家再演奏一首二胡的民间乐曲《行街》。这首作品呢是根据江南丝竹的音乐整理出来的。什么是江南丝竹？它是流传于江南地区的一种小合奏的形式，一般由二胡、扬琴、
琵琶等乐器构成。大家是很自发的、自娱自乐的去演奏，即兴性非常的强。那就再次有请胡琴演奏家张昭老师来和我一起为大家演奏这首作品。先讲一下啊，这个张昭老师手里演奏的呢是胡琴家族的另外刚才我们有介绍过的一种中鼓，它的声音更加的低沉于二胡，它与刚才我说的低音二胡的定音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声音相对更加的柔和，也请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弦乐的片段。
Thank you.
100年，他该如何去向前走？我与在座的各位都会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湖景都能够健康的、科学的、快速的向前发展。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